排兵布阵呢，一共有三块，第一块是团队秀，一个是个人秀，一个是 drop battle。团队秀呢，我觉得可以要 Jasmine 和 Anti General， 就是跟我一起表演。我当时最开始感觉是，我要和他单独做一首团歌是可以的，但是 Jasmine 进来了，我就有点，就感觉就没有那么顺手。Anti 跟 Jasmine 还有我三个人，真的是三种风格。但是我作为主理人的话，要融合他们两个人的风格。片刻见你们早已不复存。跟艺兴背对背的感觉怎么样？安心。我们有十秒钟的投票时间，有请我们的圈层观察团准备好投票，三、二、一。